我就要回去了，然后今天呢去看一下海娃，还在那还要在这里再摆一天。这个就是我今天中午的饭。那我们吃什么呀？你跟外面去吃噻，你和大哥去啊，做馆子噻。馆子。是啊。我还吃火锅呢。大哥就想着清汤清汤，一天到晚清汤清汤。太辣了。来都来了，马上就要走了，然后把这条美丽街的美食走一遍。我先来个，给我来碗酸辣粉。你确定不吃？不吃。哇，你看这个粉。去吧，老大。饭桶要吃饭才能。去吧。我不去了啊，我在这边吃。我觉得这衣服不要拿去吧，等一下人家又说我。差不多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先买点东西，想不想吃啥子嘛？来了，又来了，买。我俩说啥了都是。我就是看到抖音来的哦，随时来关注你们。哈哈，那不是现实的。在上面你要把那些吃焦。走，先买点牛肉干，你拿回去可以慢慢的吃。啊。去看哈，走嘛。这里有坚果，看一下想不想吃什么嘛？可以带点回去啊，你路上也可以吃。好了，走了。买了点东西，准备回去了。老大，你喜不喜欢吃这种嘛？吃啥？坚果啊，这些啊，我买的。你喜不喜欢吃这种？我也不知道你吃什么酱去。这个是开心果，这是巴旦木。夏威夷开心果，瓜子咯。就是买了这些。去那边。啊，怎么没人来了？我来放开个。拉了那么多？拉了，不拉了，不拉了。我说你二天开货车的时候再拿回去不行哦。可以了。先拿一点回去有用的先嘛，因为家里面没有框框了，全部拿来装完了。应该明天后天应该也要回来了。没事，反正好看的呢。拜拜，爸爸，拜拜。你开车路上慢点啊。嗯，好，拜拜，拜。走了，我们回家。谁旅游啊？啊。好的。哎呀，这回来就帮我抱大哥。啊，回来都要我抱哎，哥亚三，这过两天都要我抱哎。王子呀，嗯，王子呀，哎呦，你这个进度还快了啊，两下就给它整起来了。嗯，什么时候扎的呀？下午两点多钟啊。下午两点多钟才扎的。嗯。哟，这速度，可以可以，好快。啊，九点钟啊才看桌子。嗯。今天要变成工白个。啊，你爷爷噶，王子啊，啊爷爷，别不完都没吃饭，别不起都没吃饭，噶。我们现在到家了，本来说刚开始上去的时候，看见海娃那么忙，想上去帮忙的，结果呢，前几天的事忙，后面我们上去的时候就没那么忙了。钱都记得给钱噶。嗯，就是。我们去的时候他没得好忙了，知道吗？后期都是这样子。我自己总结了一下，就是换个地点带娃而已。这样吧，拜拜。